八號風球落邦姆內，東鐵有列車一度故障，而家已經陸續回復正常。挨晚五點幾，一架列車喺九龍塘站附近出現故障，而影響供電系統，令九龍塘站一度需要單線雙程行車。大約一個鐘之後，港鐵拖走故障列車，列車服務陸續回復正常。